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春节将至，首先给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其实是边吃边聊，回答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会把 Q&A 放在 P2， 大家如果对这一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P2 看一下。那在 P1 呢，我们还是随便简单吃一点。今天呢，我搞了两块战斧牛排，这个战斧牛排的大名就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。而且啊，这个战斧牛排也是非常适合聚会还有家宴吃的，寓意我都想好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大吉大利，大刀阔斧，一往无前，高歌猛进。一个字，干！好了，那这两块战斧，一块呢用传统的方法烹饪，另一块拿去盐烤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这一块呢就是家常的做法，这个黄金战斧是盐烤的，贴金箔呢也不会变得更好吃，但是可以变黄，还能拍个封面把你们骗进来，这个我就不客气了，直接抱着啃。上面这一块其实就是眼肉，就是上次做路飞的大棒骨肉那一块也是眼肉。这一块大概七分多，接近全熟了。因为上次好多人说是血水，其实不是啊，这是肌红蛋白。我还是觉得五分熟比较好吃，这个熟度有点老了。小西红柿解腻。这块盐焗的应该绝对是全熟了，这个感觉都烤干了呀。
这个它虽然没什么汁水了，但是我感觉好像比这块还要好吃啊，为什么？这个盐焗的就完全不会难嚼。嗯，而且还多了烟熏的风味，不过这个烟熏的东西尽量还是少吃。为什么老说烧烤致癌呢？其实就源于这个烟熏。这些啊就是肌红蛋白，它并不是什么血水，而是在肌肉中储存氧的蛋白质，这种蛋白质含铁，所以呈红色。肉类的风味啊主要来自于这个脂肪和肌红蛋白，所以呢真的没有必要抵触。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盐烤虽然全熟，但是确实比这个好吃，虽然有一点干。嗯，太香了。香的发腻。其实骨头这一块啊就相当于排骨，它脂肪比例非常高，所以吃的特别香，不过也腻。这小番茄挺好吃的。好了，吃饱了。那总之呢，这个战斧牛排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，也非常适合上年夜餐桌。我这两块是 M7， 不过它虽然看起来花纹比较多，但我感觉也没有比上次 M3 好吃多少，可能是这个熟度的原因。点肉部位还是比较推荐五分熟的，假如我觉得 M7 太贵了，也可以买级别稍微低一点的。好了，那这一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对 Q&A 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跳转到 P2。 最后再一次祝大家新春大吉，那我们明年再见，拜拜。